方言的东边，影响范围非常大。对于我们这个地区来说，很多地方没有电了，因为很多树倒塌了，我们家就是断电了，还有水。院子里很多树嘛，有些倒下来的是小树，不是大树。从昨天凌晨到现在已经24个小时了吧，超过24个小时，现在还没有电。我们这里有个华联，我们有一个华人互助中心，包括休斯顿总领事、李强明总领事也在我们群里，我们提供一些消息帮助。这是一个在我们同乡总会有一些电话联系。这有我是湖南同乡会的会长，我基本上每天跟大家更新那个飓风的路线图。我本人是搞那个地理信息和环境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经常收到朋友的电话呀、微信呐、了解最新的动态，哪个地方是安全的，所以很多人非常感谢。美国身边事，发送照片或视频到美国中文网 news@innovation.net。要萌萌，要萌萌，上传身边事，分享正能量。